Hello，大家好，就说一下，要适当锻炼的，就是每天呢能够锻炼半个小时是非常好的事情。这个我之前做过一个调查，然后还写了一篇报告为此，所以你要相信我，每天能够锻炼半个小时非常好的。不要做太久，做40分钟就起来吧，然后，晃悠晃悠走走，然后每天喝至少也要1升水吧，加油。